情。第一个，因为现在我手中这个报告里面该写的都没有写，所以我要求捷运局要公布 Y7 系统用地它的联合开发计划到底是什么。在这个联合开发案里面，钱到底怎么花的？政府花多少钱？建商花多少钱？之后盖好之后怎么分？建商拿多少钱？政府拿多少钱？这我们人民纳税金一起找，一起联合开发的嘛。啊，我们要知道，很理所当然啊。捷运共购里面它有一个容积奖励，这个容积奖励是额外的，就是建商原本要盖多少房子我不管，但是它就是有奖励，它会多一些房子。那这些容积奖励，它是不是应该要拿来作为社会住宅？这都是叫为为了害你多啊，为了容积害你多。议员是否定呢？是咱伫捷运路线，伊有关于咱即摆捷运建设的成本啊，是有较悬。啊，自咱台北都会区的即个捷运系统，自第一条以来啊，伊就是讲有希望讲，透过咱若有机会规划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土地按照大众捷运法第七条，伊若讲。那讲，敢那是去做一个出入口，还是通风口？实际上，这个土地利用，伊是无办法充分来利用。所以，伫带动捷运法第七条，伊的意思就甲咱讲讲，咱即马补伫征收以外，那讲有机会来做一个规划，啊，大家欢喜到底来甲这个这个未来咱住房的迄、那个这个未来迄、那个多次啊，这个做一个开再开发这个部分啊，做一个机制上一个快流商，快流商啊，一个这个规定吼，会当让大家会当有机会来参加。迄个都是计划所增加的部分，即目前就是咱拄只伫有伫感觉怀疑所在，你即嘛所有的拢只在增加的所在，啊一部分是会变相去提起，你是甲倒一部分。实际上，咱都是计划拢只来增加的部分啦。政府是无遐戆啊，伊其实是一半的时阵是爱予政府，一半的部分是交地主。地主伊含伊本来迄个拢只呢，再来含咱这个建商啊，就投所有的投资人啊，再来讲一个基本啦。啊，咱来基本这部分是一定按照讲咱不动产估价的降低，还是讲建物成本的降低。啊，对，主席，咱只下讲讲，成本到底偌济？这部分实际上钱是唔敢去介入，实际上钱是嘛是讲请专家学者机关应该处理这部分，因为这部分太敏感。可是现在赵处长说了，你上面要盖的跟美和是一样，要盖房子，那这样子你是不是跟美和是一样，把我们的土地都拿出去盖捷运？没有话讲哦，你上面在盖房子，那我们这些被拆掉的房子，你有没有安置我们？第二点。你这些盖完了容积率乱七八糟，我只问一句话，我们优先全部拆掉了以后，你能不能提供社会住宅让我们优先跟承购？如果上面有盖一栋房子，我们就要有承租权跟承购权。你说盖不盖房子？原则上盖不盖一个字，这么难吗？你要讲原则上盖不盖嘛？开发的规定他会去盖，会盖是不是？好，就这样我已经带来了，这上面写得很清楚了啦。内政部台北县政府他们跟捷运局一起联合开发，然后我们在小碧潭盖了房子，可是溢出了西部计划实质计划的规划目标，严重的破坏了都市的均衡发展以及居民生活环境，因此依法提案纠正。处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今天这三个问题他也都回答了，我想我们都听懂了，就是他今天就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啦，他今天就是一定要等新北市啦，他就是要跟协商，他就是要推皮球啦，他没有办法跟我们说今天政府拿来这些房子有没有办法给我们啦，反正都是要再讨论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都还没有招商啊，所以你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十四张的居民就会继续看，我们就会继续监督公共工程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继续看看你怎么走，你到时候走错一步我们就打你一步，就这么简单。谢谢处长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黑箱队，黑箱队，黑箱队，黑箱队。我们要投票，打名字，打名字，我们打名字，在我们的民俗来说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，我来看。
靠北靠木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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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向后，来向后转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向后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你们的行为不委婉，行为有请我。我现在第一秒计数几秒。